哎，老婆，你回来了，快过来休息吧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。阿荣，对不起。这是怎么了？干嘛说对不起？我们离婚吧。离婚？为什么？是我做的不够好吗？我哪里做错了？我改。不，不是你的错，是我的错。今天我去医院拿我们的检查报告，医生说我不能怀孕。你们家就你一个独生子，你跟我离了以后再找一个给你生孩子吧。老婆，你想多了，我娶你并不是只为了生孩子成就别人。我娶你是因为我爱你。小林，要不这样，我们不能生，我们还可以领养啊。要不我们就领养一个吧。我爸妈他们也不会同意的。我爸妈那边会去跟他们解释的。那如果我非要离开你，你要是真的要离开我的话，那我就去死。这个也舍不得吧，而且我还没活够呢。你不能让我现在就去死。阿荣，你真好。你就别想那么多了，你想吃什么老板去给你做好吃的。有你爱着我，路不再坎坷，有你在。老婆，我身份证在哪里？你有没有看到？在床垫下面呢，你自己找一下。你要身份证干什么？我准备去办手术，领养孩子。老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你看这个是干什么？给我。这上面明明写的是我的问题。谁和谁的问题不都一样吗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老婆，难道你不记得了吗？就因为你不能生育，遭了多少白眼，有多少人在你背后戳你脊梁骨啊？这些年你受了多少委屈啊？都过去了。过不去，离婚。你凶我啊？好，你凶我，等你气消了就把这件事忘了吧。老婆，你那么喜欢孩子，你也是独生女，你爸妈你想着抱抱孙吧，你就另外找个人嫁了，享受做母亲的权利。当初我就知道你就会这样，所以啊我才没敢告诉你。你说过如果离婚的话你就去死，那么我现在告诉你，如果你跟我离婚的话我也去死。你说过你是因为爱我才娶我的，难道我就不能因为爱你才嫁给你吗？我们谈恋爱三年，结婚五年，我们在一起这八年我早就已经离不开你了。你就不能当作从来都没有看过这张化验单吗？老婆你别哭了，我们现在就去领养孩子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好。不离不离。